主料：菠菜150克，鸡蛋一个，面粉8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好鸡蛋、面粉、菠菜洗净，把菠菜切碎，放入面粉，磕入鸡蛋，加一点水、盐、鸡精，搅拌成面糊。锅里油热，放下面糊，两面煎透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菠菜草酸含量较高，依次食用不宜过多。另外，脾虚便溏者不宜多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